你什么相？风太大，那衣服别吹走。细腻。他不会是风相吧？ 银子呢？都交出来！啊，什么？大爷啊，怎么还要交银子啊？你们刚进城的时候不已经抢过一回了吗？再说那日在刑场，我们家也是第一个签，想是主动归降的呀。少废话，我们报统领说了，所有归顺的商贾，必须每户每月缴纳文银10000两。 少一两都不行。再说，你们家不皇商的吗？还有临安城最大的布庄，这么点银子，不会拿不出来吧？大人，我们家的银子之前都被你们拿完了，现在真的没有了。没银子什么？行，那就拿货来抵。来人，把这儿的布全都给我搬光。哎，别碰我的布！哎呀！ 从今日起，这间布庄全面封禁，给你们5天的时间，要是再凑不齐钱，别怪我们不客气。陆七，你跟我说实话，你到底有没有银子啊？哥，王都被抢光了，我的支出一向是由你管理的，哪还有什么钱？你这个东西！ 你不是会做生意吗？你还不赶快想办法去！我告诉你，你就是剃头，你得把钱给我讨出来！爹，去啊！走走走，站好了，站好了，站好！ 站好了，给头领看看啊！走，哎，头领，胭脂俗粉，残花败柳啊！头领。 这今日都已经第4批了，要不然你先挑一个，先凑合一阵。凑合？这事儿你让我凑合？不，你看看，看看哪个能凑合？哪个能？我问你啊，哪个我能凑合？ 就刚才那个女的，你看见没有？跑的那个，给我抓回来，抓不回来，剃头来见。去啊！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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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滚！哪儿去了？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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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自打上次我帮你把这斗公子搪塞开呀，你婶婶给了我一大堆那个男子的生辰八字，让我帮着看看是不是跟你最配的风向。你说我又得帮你批公文，还得兼职算命，我实在忙不过来呀。什么相配啊？哎呀，你不用管，你就跟我婶婶说，这世上的风向男子都死绝了。话也别说的那么绝对啊。到底什么是风向？这两天也没刮风啊。 就是之前相亲嘛，他为了婶婶不再逼我，所以。
随口胡诌了一番。嘿，不相好啊。行了，以后这事儿我自己应付就行了，不为难你了。回去就跟婶婶说，我再也不想看见那群歪瓜裂枣了。太好了，主公，要不你给我写个字条行不行？你出门带笔干嘛呀？没办法，我天生心思细腻，总爱雪中送炭。莫名其妙。大晴天的，你撑什么伞啊？熊熊烈日，多亏我心思细腻，才带上了这把油纸伞，保护你不被这烈日炎炎灼伤。失心疯吧你！继续，继续，继续。心思细腻是吧？看出来了，这手帕呢，只能算是粗中有细，但是这冰沙可谓是细之又细。快擦擦汗，吃上一口凉快凉快。陈凡，你今儿到底哪根筋搭错了呀？你要喝多了就赶紧回去，少在这烦我。回去，回去，回去。等会儿。走吧。统领，已经按照您的指示，在九方四十八街张贴了告示。反响如何？刚开始有些慌乱，但是日子久了，他们发现咱们霸道营纪律严明，百姓们也都放心了，日子也正在恢复正常。那城内的粮食供给如何？这个一直是由宣慰营掌管着粮仓，具体情况属下还不是很清楚。行，前日我在县衙搜出来一些布料，给难民发下去吧。是。主公，别看你年纪不大，倒挺体恤民情。那是，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。我可是要做大事的人。嗯。搞什么呀？针对我是吧？细腻也不行，粗犷也不行。到底怎么做才能让你满意？还有脸吃啊？嗯，都是你给我出的瞎主意，还细腻，我平日里也没见你怎么细腻。不是，你不能赖我呀，我让你细腻，没让你当舔狗啊。你得注意方式方法，看准时机。屁个时机，老子再也不听你的鬼话。陈帆，抄上家伙跟我走。去哪儿？去宣威营跟我抢粮，把营里的兄弟们叫上。卢教授，抢粮了！好，好，好，抢粮去！抢粮去！走。嘿，忘拿什么东西了？赶紧拿去，赶紧拿！啊，我这儿不用管了，这厨房我收拾好了，我也回去睡觉了啊。路上给你等门吗？不行，我把门锁上。啊，晚上吃点什么不吃？夜宵什么的，下碗面。哎呀，我就不去了。我打小学习念书什么的，没打过架。我这人不识逗，别跟我瞎闹呀！我，哎哎，不是我
不识逗，你们怎么也不识逗呢？这干什么呀？这是你，我这这挺好。不打架，保护你。不用，这不挺安全的吗？喜欢抱柱子？啊。樊兄，樊兄，你这干嘛？这不至于吧？对不住，你要是跑了，谁也担待不起。我没有那个心呐、啊，我什么时候跑过？你想想，我都是为什么不好好？这莫非就是我们一天的吃食？来人呐！放我们出去！我们真的是方统领御用的下人啊，不是逃犯。看来那方女侠在贼寇混得一般呢，不好使啊。言之有理，都怪你凤娟儿，非得撺掇我们来临安闯事业、拓商铺，现在业没闯成，这牢房倒进了两次。好你个李平啊，你现在倒怪起我来了。要不是你让我们从方统领那儿逃出来，我们现在吃香的喝辣的呢。我们不跑出来干什么？难道要在那土匪窝里安家吗？啊，那至少现在可以。莫吵莫吵，此事究其原因与你二人无关，若非论个对错，那也是宁毅的过错。郑杰，郑杰，这无耻小儿啊，居然屈膝投降，简直是我们江宁赘婿的败类耻辱。不过依我看，各位仁兄，我看那个宁毅倒不像叛军。我们翻墙的时候，他跟我们一块在往外翻呢。我呸！他是那贼寇的军师，你居然还替他辩解，人心叵测呀，冯源！我等都被那混蛋给骗了。哎呀，汝等切莫再吵，眼下如何逃出囚笼才是头等要事。挖穿他，我们才有逃出去的希望。除此之外，别无他法。干嘛呢？干嘛呢？出去！给我钱，给我滚一边去！谢谢大爷，情形好吧？三回合两吧，大爷，大爷，大爷，情形好吧？大爷，让大爷，情形好吧？大爷，让，这是我买的，大爷，让，快走，快走！谁？再敢动抢粮的心思，下场就跟他一样。是吗？那我要是非动这个心思呢？刘统领，你干什么？
散开！佟良，他想拿刀剥我脖子！你，刘大彪啊，刘大彪，怎么回事啊？是不是霸刀营都吃不上饭了？要不怎么会来我这宣威营做这种偷鸡摸狗的事？要不这样，你把兵权交出来，把霸刀营交给我，我保证让弟兄们吃得饱睡得香。怎样？是我赶你走啊，还是等上宫来请你走？你自己选。都走了，文元，我说要不就算了，你别凿了，等你凿穿了，这贼寇也行将入目了。闭嘴！不是你让我凿的吗？只要功夫深，铁枪也能凿得穿。嘘嘘嘘嘘嘘嘘嘘！怎么是你？你干嘛呀，李平？我干嘛？你现在是别人军师了，你这个卖友求荣的叛徒！我那都是权宜之计，我不这样，他们早弄死我了。什么意思啊？那没空跟你解释，快快快，一会儿他们就该回来了。他像说的不像假的，我相信宁兄。就算是假的，我也不想待在这儿了。对对对，说的。等会儿，你说的都是真的？我要骗你们，干嘛要救你们呀？他们真要回来了，祖宗！快！我姑且再相信你这一次，你要再骗我，饶不了你！快走吧！好不容易能派人打一架，还让人给顶回来了。呆！你这孙子，要不是被我发现，还真让你溜了。愣干什么？他们要逃跑。还敢跑？没有跑，没有跑，没有跑，没有跑！你还敢跑？他们畜生！我跟你祖宗再见！我说没说？那牢房是营里最重要的地方，哪怕你们办什么事，牢房里得留人呀、啊。要不是我进去，真让他们几个跑了。是军师救人的事，牢房挺坚固的，怎么出来的呢？佟良呢？找他聊聊加固牢房的事。你们几个还敢跑？揍他们！让你跑！你畜生！
刘西瓜，看到了吧，割的是整整齐齐，我都把它绑成那样了，还能割开。咱们的大军师长能耐了。我看你们才是长能耐了呢。今天上午刚和鲍文汉的手下发生了冲突，事儿都闹到圣宫那儿去了，晚上还真敢去抢粮啊？人家能没有防备吗？再者说了，抢粮这么大的事儿，跟我商量商量，拿我当军师吗？带着那几个人愣头磕脑的踹开大门就奔李冲，还走的是正门，我都服了。那林安城真是你们几个打下来的吗？你懂什么？你又没去，就会说风凉话。你让我去，我都不去。再者说了，你给我捆成这样，我上哪儿去啊？我也去不了啊！我为什么绑你，心里没数吗？几次了？几次到最后，不是证明了我的清白，不是证明了你的愚蠢，尤其是这一次，陈凡，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？你这叫贻误战机呀，兵贵神速，我在家就看出来了。我一想，坏了，你们这次去肯定遭到了埋伏，我就想去救你们呀。幸亏鲍文汉就是一个威慑，他要是真把主公弄个三长两短的，我可怎么办呀？我说不过你，行，那我问你，那你去哪儿了？我可是听说你去了监狱。你还好意思说？你越说这我越生气。陈凡，你在连云城是干什么吃的？你是不是负责治安和巡逻？城中要是跑了两个劫匪，跑了两个逃犯，是不是归你管？我亲眼目睹了四个越狱犯，并将他们绳之于法，这些都是你的责任。你不信，你问他，你问杀人长兵，是不是真有这事儿？没错，是军师还让我们加固牢房，换把锁来着。对，确定吗？确定。幸亏军师让我们给他们一顿，我们住了，一顿揍。松开吧，松开吧。快！西瓜，我还是觉得现在鲍文汉这个混蛋把持着粮仓。我拿他没有办法，但是再这么下去，城内必定要闹饥荒，到时候百姓就惨了。你有没有什么办法帮帮百姓？我有。别听他的，天天想着逃跑，知道什么？闭嘴。主公，给我调十几个人，再调十几辆推车，明天晚上跟我出城筹粮。我保证不出十天，我要让临安城的所有百姓都有口饱饭吃。好，只要你说到做到，别说是一队人马，整个霸道营的兄弟我都给你。杀人偿命。在。明天把兄弟们都叫过来，让军师挑人出城。是。军师早点回去休息吧。是。陈统领，我要去休息了，要不然你再给我捆上。陈凡，你再敢绑我军师一个试试。下次别再让我逮到你。行了，别哭了，错怪你了，错怪你了。我这边的折印呢，是咱们那架马车的，
绝对没错。我这边是宁毅他们那家马车的折印，千真万确。哎呀，你说他们不往别处，干嘛都奔着临安城方向跑？是啊，你说度过蜜月不用这么拼吗？儿啊，啊，不对，咱们得顺着这折印继续追。爹，你疯了？那么自投罗网吗？你想，就这破地图之前标的地方就没一个准的。那点儿说，此路通往临安，那前面肯定不是临安呐。你瞎担心什么呀？哎，有道理啊，爹。爹，咱走着，走着，哎，走，哎，慢点，爹。我的家呀，我的家呀，哎，爹，你看看这是谁？这不是？对，就是舒婉。你有所不知，现在贼寇满城都在找他。听闻是贼寇统领彭元汉探上他了。我们只要将舒婉献上去，一定重重有赏。到时候你去虚征饺子银两不说，布行也能重新开张啊。怎么样？不太行，没一个管用的。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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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是，我因为这些人是我霸刀营里精锐中的精锐，极品中的极品，跟我上过刀山，下过火海，甭说出去跟你筹粮，就是攻打个把山寨也是不在话下，是不是？是，看看。主公，你自己不都说了吗？咱们是筹粮的，不是抢粮啊！你这一大帮的五大三粗的汉子，你到的人老乡家去，人老乡想借咱都不敢借了。况且，这也太扎眼了吧！就差把我是土匪写脸上了，那官兵没个认不出来啊，到时候刚一出山门，直接让人法办了。说的也有道理啊。那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你就甭管了，我办啊。三兄，咱们一块儿去，一块儿去。散了吧，散了吧。散了，散了，散了。哎呦，舒婉，你可算回来了！来，走。哥，舒婉无能，没有借来钱，只讨来两碗热饭。你和爹爹先吃，我一会儿再出去想想办法。哎，莫要着急，来，先看看这个。包大统领现在满大街都在找你呢，人家是看上你了。后天可就是收银子的日子。我们拿什么给人家啊？哥，我再去想想办法。回来！现在满大街的银子都让贼寇搜刮干净了，你去哪儿借啊？还不明白吗？
你现在是咱们家唯一的希望，只要你肯投身暴打统领，我和爹尚有一线生机，要不然的话全家就等着被杀头了。你放屁！你刚才说什么？你怎么能把妹妹赠与贼寇？爹，我都是为了这个家好吗？爹，你给我滚！爹，滚！爹爹息怒。哎，说完了，你自幼命苦，爹爹最疼的就是你啊！你放心，就是把爹这条老命赔上，我也不会让你落在那贼寇的手里。否则，怎对得起你娘的在天之灵啊？爹，你先吃碗热饭，我再去想办法。啊，爹爹不吃，你吃吧。这群人能行吗？行，太行了，打家劫舍他们不行，出城筹粮最合适不过了。看看，你看这个瘦弱的身躯，这个恐惧的眼神，那个无助的神情，太妙了。你要是官兵，你看见此情此景你怎么想？定是好几天没吃过饭了。对呀，所以官兵只会想救济他们，恨不得给他们些粮食，根本就不会和你们霸刀营的土匪英雄豪杰联系不到一起。倒是有几分道理啊，是吧？那个牢里头啊还有四个高矮胖瘦形象各异的傻子，我觉得也很适合这个行动。回头把他们一块也带上啊。是。军师，运粮的事儿你量力而行，如果遇到危险呢，一定是性命要紧，平安回来。主公放心，宁某一定不辱使命。放心，有我护着军师，能有什么麻烦？主公，他也去了。那什么呀，我跟西瓜都说好了，你们呢都是一群老弱病残，这一路上出点什么意外，那可就不好了。没错，军师乃我寨中骨干，有陈凡跟着，我安心多了。行，那你们去吧，我先回去了。放心，我会好好盯着你的。先去上马车。军师，是这四个傻子吗？快给他带走！走，早说那些傻话，知道吗？都这个时辰了，他们要把咱们带哪儿去啊？你看咱们身边，不是老头就是骨瘦如柴的灾民，都是城中无用之人，该不会是嫌咱们浪费粮食，要把我们拉出去伙同这些灾民一块儿坑杀了吧？啊，坑杀！大难当头临，经闻君辩解，痛心难自抑，从此与君绝。
山无棱，天地合，才敢与君绝呀、啊！你这个畜生！去去去！我上次不都跟你们说了吗？我那是诈降！放屁！你这个畜生！上次你在监牢里说要救我们出去，结果呢，反手一个擒拿就把我们献给贼寇。我不把你们献给贼寇，我不也完了吗？反正我是不会再相信你这个畜生啊！我们今天要是死在你手里，变成厉鬼，我也不放过你。什么叫死啊？咱们是生。我设了一计，假装出城筹粮，实际咱们就逃跑了。筹粮？啊！放屁！出城拉粮，你还带一帮老弱病残呢？啊！我带一帮土匪流氓，你们跑得了吗？看见这药了吗？畜生，你居然还想毒死我们！你这不是给你们吃的。看到那傻大个没有？这是蒙汗药，找个机会把他们阴了，咱就溜。啊，这畜生说的有点道理啊。这畜生哪次说的没有道理？要不咱们再信这个畜生最后一回？畜生，你要是再……我说你们尊敬我一点行不行啊？从现在起，我是宁高人。宁高人，王子涛，跟紧点，快点！哎，都跟上啊，都快点！后面的，快点，跟上！走走。陈统领，走啊！你先。此处再往西北十里地外便是湖州，正北边是清德，东北方则是钱塘。据我所知，这三地虽说算不上富裕之地，但是土地肥沃，气候温润，又加上此时又是丰收时节，想必家家户户均有余粮。按我的意思，直接带队人马杀入城中，挨家挨户的搜粮。没想到啊，陈统领做了不少功课，还真是有备而来。那倒不是，之前当绿林的时候，这一带都是归我负责的，跟守城的官兵也是抬头不打低头打，这城里的情况早就摸透了。可是你这个办法吧，要挨家挨户的搜，耽误太多时间了，到时候赶不上回城怎么办呀？那这样，直接杀入官府，挟持县令，命官府打开官仓，这样一来就不怕耽误时间了。你抬头看看，就这些位。你要带着他们杀进县衙，劫持县令，让他打开官仓，哼，他们能不能自己下车溜达两步都成问题。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，那你说怎么办？倒是悠闲自在啊，这就是你的计划。我提醒你，现在已经二更了，要是五更之前找不到粮食，咱们今天的计划就算是废。你自己不是都说了吗？这不才二更天吗？等到五更你再骂我。少来这一套，你这是在懈怠军机。要是今天找不到粮食，就算是刘西瓜也保不住你。这些事儿不用你现在跟我讲，我都明白。你就等着看吧，五更天之后，粮草整整齐齐码在门口就完了啊。我倒要看看你使什么花招。
敢问足下，可是滇族峰的宁高人？想不到，在这山村野庙，还真有人认识我呀！进来吧。哎呀，真的是宁高人！哎呀，那日在城墙之下，便觉得神似，未敢相认呐。在下李平，见过高人。不必多礼。什么宁高人？什么玩意儿？宁高人赫赫威名，大家难道未曾听过？宁高人是滇族峰山上杜出世的奇人呐、啊。他不仅上知天文，下知地理，更是懂得为人堪舆虔诚。在我五朝，更是享有五行八作论纵横，谁人不知宁高人的美誉？大侠真的未曾耳闻？几时有把酒问青天，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。我欲乘风归去，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。岂无能轻易，何似在人间。转朱阁，第七壶，照无眠。今又何，何时长向便是缘。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，此事古难全。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，此事古难全。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，此事古难全。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，此事古难全。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